民国三十四年，公元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，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，台湾光复啊！台湾人则当地庆祝一个战争的结束，想未到另外一个战争在后壁就来了。这就是惊动海内外的历历不事件，是咱这一代的悲哀，是历史的悲哀，是温总在台湾人内心深处永远的痛。但是台湾人并不因为安尼就走出悲情。因为国民政府的部队在大陆跟阿强的战争是节节败退，损失惨重。到后来，大家拢伫咧流行一句话，讲部队是官比兵较侪，兵比枪较侪，枪比枪支搁较侪。迄个时阵，伊嘛甲日本人同款，就想着咱台湾人。亲爱的台湾青年，爱国部落人后，胜利的号角已然响彻云霄。为了鼓励各位爱国青年从军，政府定有以下优厚条件：一、服役两年期满可复员分发工作。二、每月支领2500元。三、服役期间可在营中读书学习国语。四、保证不调离台湾。一听也有，我来美术馆那边二听落去嘞，根本都是咧欺负咱嘛。人即句是咧讲最边的条件啦，袂歹呢。嗯，空嘴薄舌那好啦，参像日本人啦，战书吼，尻川盘盘做因走，啊，咱台湾人哪会会，拼命是要找乡土。陈丁啊，你看安怎？无几年前，遐日本人要调你去做兵的时，嘛是叫你讲要对日本天皇尽忠。结果嘞，去到战场嘛是把你杀去第一线，伫咧做炮灰啊。啊，即摆换只阿山伫咧管啦，哼，唔通带这个去换到陷塞。我看袂啦，你无听拉日号咧报，绝对袂调离台湾本岛。我嘛听讲吼，南丁啊，就同款，边仔拢为着二二八事件走路遐个人啊，拢嘛去报名参加呢。听你安尼讲吼，我唔知会行啦。因娘较好个，亲像阮二兄啦，遮尔忠厚、遮尔古义个人吼，啊去予日本人去南洋做军夫，差一点仔就无命通倒转来，你知无？即摆连二二八这种代志啊，就敢若菜瓜田啦、肉豆手啦，该甜甜调去个呢。王啊，你即摆是咧搞肥火车吼？了紧啦。那王安尼讲嘛是事实啦，是讲即马局势遮乱滴个，田丁啊，较早伊阁捌做日本兵，即久阁去拖着二二八个代志，我看安尼避来避去毋是办法啦，早晚会用抓去。我是想讲，伊去做兵比较较安全啦，即个是讲叫恁兄弟啊来参详一下。我看过去吼，我田丁啊阁去做兵啦，安尼小撇只风头个。代志若拖久吼，自然就煞去啊。还阁出门只要死啊呢，还阁爱带三个囡仔，安是变安怎？弟兄，你做你放心啦，二嫂甲遐个囡仔吼，我甲大兄一定替你照顾。伊暗时过年也嘛爱围咯，恁阿爸当然嘛会转来。这下这下哦，那安尼我见着红包头好摕啊。姚总，你敢会晓想红包啦？本来就是安那，来姚总讲三句，每年拢有红包予伊啊。咱甲伊无共款啊，你想看卖？阿爸无咧趁钱啊，伊哪有钱包红包？你因阿袂使甲阿爸偷红包哦。哦，我知影。扫手扫地，今晚在个大厅拜。阿母，我唔敢去。我嘛是啊。谁人唔敢嘞？
阿母，下摆阮芳才去拜，阿俊拢会甲人笑啦。伊拢安怎笑哩？阿俊笑来个吧，下骹拢铺菜，伊搁调工变起来看。阿母，伊搁叫阮甲你讲哦，若无迄个神啊，就莫拜啦，连公妈都会骗。无要紧啦，等下阿母甲你捧出来就好。阿母甲恁讲，拜公妈上较重要，就是爱有这份心。人讲，前生食一个土豆，较好死了拜一个猪头。美女啊，嗯，哇，你好猪头，搁大份呢吼！这像我专工啊，搞在台底本啊，叫阿老华上大份的，还搁上有卖，还搁加钱哦，才有诶呢。阿嫂啊，你来拜啊！稍等你啦，阿二房都还未来，你是咧赶紧送？哎呦，莫搁等伊啊啦，伊搁拜哦，嘛是菜啦，啊嘛是咧薄薄一烟哦，铺咧面顶啦。你看，咱个规桌顶拢是大鱼大肉啦，公妈已经食袂完啊啦。好啦，莫搁讲啊！哎呦，敢无影？我讲的那是事实呢，你也是不相信哦？海天因囡仔捧菜来哦，我就变给你看。春梅啊，我咧等你大来斗阵来拜呢。是啦，二嫂，我咧等你斗阵拜啦。啊，好恁等了，实真歹势。哇，你今日食豆，食食到老老老，喏。我阿妹，我阿妹。嗯，爱食就食哦，唔使笑笑哦。我阿妹。好，来来来，我们吃去。你莫食咸，你加笑咸，啊！食饱了，乖，你食到老老了。两包给你。我无甲阿爸讨，阮知影啦，多谢阿爸。恁一人一个，哈。多谢阿爸。来来，恁坐，恁坐。春梅啊，我有件大事要甲你参详。什么大事？我决定要做兵。袂用的，我唔答应。以后你摕红包给姚总的时阵，你敢知伊欢喜啊欢喜无？伊讲，这是老爸后裔投一个红包。伊若讲，你安怎？伊要去给姚总摕，这个是老爸后裔红包。伊佫甲我讲，伊佫甲我讲，伊这个红包，袂用我，我拢会留落来。好啊，莫佫再讲。你好好讲。聪明，你较冷静些哦。你抓住我来做兵啊！其实我来做兵，我的心肝也是你较艰苦，你知。难怪我想到咱的囡，我无去无用啊！因为厝内有一个倒翻的老母，因出去是要哪甲人会比拼的？你嫁出去的时阵，伊的头壳是要哪戴的冠？不是，你不是倒翻，你也无犯罪啊！你只无受日本政府高调人民造兵的台湾囡仔，这代志我知影。咱全镇的人嘛拢知影，咱叫
聪妹，你较冷静一下吼。即卖你讲啥人无路用啦，人也要徛啦，咱也是无办法啦。你到底是要去？你大家做工作啊，多少？卡少？咱林家的子弟，天顶啊要去做兵，恁都要有零有剩来给伊保庇，好下当平安顺遂倒转来。片在要钓到哦，那钓伊阵鱼拢同款，规天啊钓去长山的吼，鱼拢无转来啦，无就敢若要赴死的啦。哎，你老实讲的，你听着真实的。要搁等无影的，那别人正死袂了，这头鱼吼也足可怜的。哎。啊，垃圾又唔是伫放生，放生讲一定袂钓活到的。唔命啊！啊，落去叫红天去啊嘛！啊，毋是甲一群人同款，叫咱台湾囡仔吼去做枪火啊！啊，村民一个声啊，啊，声那袂当较慢一尾只钓啊去。但咱是小百姓呢，政府的命令是啥物人敢违抗？正想影吼，无血无目屎。昨暗出门哦，目肚疼规暗啦，啊，看下敢生袂出来款，毋知即卖有要紧无？哎呦，出门啊！你哪会安尼啦？你这个囡仔吼是咧倒头生坐倒，你若安尼正常囡仔发生代志，是要咱甲阿姐来交代啦，唔通安尼啦。倒来啦，倒来啦，来来来，找准啦，较紧较紧来来，伊啦，出门倒好势，来来来，来较出来咧，这边听哦，来来，搁出来一个来，嘿来。阿嫂，天顶下咧，你走啊！你敢真是走啊？嗯，无啦，阿姨三兄弟啊吼，都坐伫外头咧讲代志啦。阿婆，第一叫天天进来好不好？我看到伊，我才放心。阿婆，阿婆，阿婆，你在哪？妈咪来，你在哪？我这边生啊，出去才好乖点啊。送你，阿你阿爸咧？阿爸甲阿姐伯都领出去啊啦。哟。我讲，阮差不多要上看嘛哦。二兄，你若出门在外吼，一定要注意家己安全呢。我知影，我即马是对不起个，出一只三个囡仔。阿爸，少秋，少秋，你唔通哭。少秋，你虽然是查某囡仔，不过你一定要比查甫囡仔较勇敢，知无？阿爸无伫个时。你甲听吧，我甲照顾小弟甲小妹。阿爸，我知影啦，我一定会照顾小弟甲小妹。乖，你老母才打死，那你快替你老母倒做工过吼。阿爸，我知影啦，阿爸。不管你老母生小弟还是小妹，你一定要替阿爸好好安疼他。因为一出事，我阿婆阿爸他眼疼死我。阿爸，我知影啦，阿爸。聪明啊，恭喜你哦，是生查甫的呢。来看一下，来，阮听电话讲。咱生查甫的，要甲号名叫姚慧，姚慧。婷婷，哎呀！
要来找阮田丁啊！麻烦你甲我抱咧。嘿，出门啊！你是要去倒位啊？人啊！哎呀，出门啊！别跟他去的啦，唔通随便来去找个机会咯。你我有哪搞啊？你有啦！哎呦，出门啊！唔通啦，出去啦！出门啊！出门啊！你这人，呀！麻烦你卡紧一点吼，拜托。大娘，春梅甲囡仔个拜托你，你放心，做你去。但囡仔甲春梅啊吼，我会叫恁大嫂明早拢去甲恁孙孙看看。二兄，二嫂甲囡仔个代志吼，你做你放心啦。有我天王阿弟个吼，我一定会保护因啦吼。阿爸，多多快点，快点，第二第二，快点快点，快点快点，快点，阿爸，走，小秋，阿爸，走，走。李兄，李嫂来啊！李兄，天津啊！阿爸，阿母来了吗？天津，出门！出门了！天津，天津，出门！天津，出门！天津，天津。春梅，囡仔生落来了，生落来啊！三无教阿叔拢讲，囡仔出毛病啊，甲你生做足共啊足共的，但是就无法认出来共款。田丁，我有照你意思，把迄个囡仔号做姚辉啊。姚辉，安尼真好啊！春梅，辛苦你了。亚中啊，阿你来拢来啦！妈要来送阿爸，阿爸你今仔真正来哦！我希望每年拢得到阿爸红包。好，阿爸答应你，阿爸当年拢给你一个红包吼。来，车子快开了，还不快走！阿诺，歹势你小，这是阮弟夫啊啦，啊为着阮小弟弟要做兵哦。伊囡仔拄生无偌久尔，特别来甲伊相识，你予伊讲两句啊，好无？吼，是。是啦是啦，拜托个吼，予两阿公吼，加讲两句啊啦，吼。他去打仗又不是去送死，还有那么多说的，拉走。哎，你阿爷谁送的？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痛心不平，痛心不平，阿爷是你痛心啊！放手！你闹老子毙了你！毙你大家去看看。别的，哟，离开这样点时间，让部长你去，下去。是。阿爸，你们把握时间，说完了赶快上车。多谢，多谢。来，三个囡仔，我跟你讲吼，阿爸甲阿母有足侪话要讲的，咱来去边仔等因吼。来，来，好。婷婷啊，啊你嫂干呢？啊有要紧无？唔紧啊，群众群力滴的。婷婷，啊你帮我调海无？你若唔甲我讲一声。你都按什么偷偷来离开先？我无迄个意思，我是讲你个即个生啊，我若甲你讲，惊你会烦恼，而且我即逝恐惊的。我不准你乱讲，你一定会平安倒转来。你答应我，你一定会平安倒转来哦。啊！啊，点点。怎？我答应你。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倒转来。只不过我做鬼，我也要倒转来。你一定会无代志的，你一定会平安倒转来，丁丁，你一定平安倒转来。你听我讲，我去抓做鬼，唔知偌久才会倒转来。万一三五年嘛是无我的消息，我希望你搁，我希望你搁去嫁好嘛。搁去嫁？你叫我过去嫁，娘子，想要把这段话你讲爱出来，不然我的辛辛苦苦为你换一个家，换你这尼啊多年着，你叫我过去嫁。我安尼做了嘛是为你母仔好啊，你该想看嘛，
你一个查某人是要怎饲养四个囡仔啦？我法度饲四个囡仔，你会记得无？你囡仔是有六年，我嘛是法度照顾，法度饲养伊啦。我才讲咱林家有田，我已经请人去做事，我已经共洗衫，我已做出济代志，我已经请好这个囡仔，我讲大伯阿叔来来给我斗三工。我有法袂记，我好请咱来听，我等你倒转来啊，小姐，我等你倒转来啊。哎呀，真好咪哭，原来是好咪哭。哭够了吗？放开了，赶快动手！阿贝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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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冷的冬天，热天的三更暝，拢过了一年，也是等袂到天顶的消息。1949年四月春天的台湾，风景同款是遐尼水，鸟仔悠然是归群在飞。春梅为着要顾这四个囡仔。四界在做散工维持生活，唯一会当支持伊继续活下去的，只是期待天顶安全回来的消息。日子也是一天一天在过。啊，春梅啊！张老板，你什么代志？春梅啊，这咱公所兵业科的科长啦。科长，是阮田顶发生什么代志是？啊，你莫紧讲。代志是安尼啦。顶边啊，拄啊来电报来提讲啊，恁昂大个迄个部队啊，全军覆灭啦，喊一个我拢无啊。亲像乌云带来暗淡，一张一张的云纸，烧尽了春梅的希望，也带来伊全家人的悲哀。孤苦的春梅，就敢若是轻烟抓呼共款，飘向艰难未知的日子。文具，能到你啦。
虎斑发的宝阳状。你这个抓手下老爷，死的时阵哦，啊，伊两个兄弟也嘛是艰苦到安尼，油头苦面。你讲啊，这都无效啊。嗯，就是安尼啊，搁较爱讲啊。阿嫂啊，你大量实在有够大呢，我真佩服你呢。你安怎讲？嗯，厝面甲伊迄四个囡仔哦，食啊，拢是咱大房甲三房的呢。哎呦，啊，咱的财产哦，人因二房嘛有一分啊。嗯，一分，牛屎分啊。遐田园哦，我是大伯甲阮翁做的呢。啊，出面又是做啥啦？规工伫厝内哦，甲看幼孙陪听啦，啊，无就种一挂菜啦。阿嫂啊，你度量较大啦，袂计较啦。啊，我哦，比你哦是袂用予人白食啦。啊，是安尼，我予因白食落去哦。我看咱遐的田园哦，会予因食得空空去啦。啊，无你意思是，分财产啦，分财产，哪有可能啦？哪无可能啦？人讲哦，虽然土地虽然无定啦，阿嫂啊，你千万莫心软嘞。话哦，我甲你讲正经啦，你若是唔分哦，到时阵互伊几家人食饭去哦，你哦唔好怨叹我。春梅，大嫂，美女。有什么代志？我甲美女啊，有代志要找你参详。什么代志？李嫂啊，你搁真贤教吼，教遮个囡仔哦，看到时大也袂晓共叫啦，还搁用目睭共认哦。你拢让我站起来！你是下斗哟，大母甲三婶来，煞袂晓共叫哈？阿母、阿姊、阿母、阿姊。少伟，你若无叫，少伟，紧叫阿母嘛。阿母，佮阿姊嘛。啊，无你是家里人啊？吼，跳一下才啊叮当一下，啊无紧叫。叫哦，我才唔敢想嘞。你无看恁查某囝迄对目睭哦，另外另外目睭连佮要裂落来啦。少伟，叫啊，叫你叫是无听哟。囡仔吼，伊唔捌代志，伊若歹叫，就替伊叫啦。好佳哉，伫咧厝内啦，
啊，无哦，这种囡仔是出去哦，人一定会讲伊哦，死爸死母，无人通教死啊，才会安尼。你这个囡仔，讲什么？哈，我才讲啊！你莫阁怕受罪了啦。春梅啊，阮是要甲你讲代志，唔是要看你拍囡仔给阮看。我看吼、哦，囡仔先甲叫叫入去。你先带伊入去。你陪到我边仔安尼，等下我甲你算账。袂啦，啊都已经惯习啊啦，要叫唔叫，随在因啦，要来给因哦，看袂顺。当然是要来讲代志，你兼讲两句话啦。阿嫂，你是有啥物代志要甲我讲？大嫂啊，你紧讲啊！我看，也是你讲好啦。到底是啥物代志？啊，单单拢是东西啊，哦，啥物话吼？做你直接对我讲啊。什么代志？分财产的代志啊！分财产？啊，谁要分财产呢？谁要分财产？二嫂啊，你问这句话嘛真好笑。手大分嘞，当然爱分啊！无是要等你给我吃到空空的哦。你嘛想看卖嘞？自从恁翁哦去做日本兵哦，这几年来哦，恁吃的啦、穿的啦、用的啦，我是用啥人的？本来我是想讲哦，等伊为南洋转来哦，才好补偿阮啊。谁知这届哦，够严重啦，一去都唔转来。你怎么来才创啥？本来大爷甲我讲哦，我唔相信，想袂到你这时间来做。万青啊，李嫂，阮大爷唔敢讲哦，我敢讲，你做你放心，有我听我爹吼，绝对袂等分家伙。还佫有，为明仔载开始你去做事的时阵哦，叫囡仔来阮家吃中头。美女啊，转来去啦。春梅啊，休睏下，吃中昼。哦，暗时。哎，春梅啊，那日头吼，赤爷爷啦，先休睏一下，吃中昼啦，啊，还点较早啦，哈。好，行行行。阿婆啊，嗨，行。春梅啊，回来坐啊！哦，坐坐啦，坐下。嘿，春梅啊，你无早饭完咯？啊，啊，天气遮热嘞吼，食无啥会累啦。啊，啉水就好，我转去再搁食。春梅啊，啊，我只有两个饭完啦，那一个摕去食。无咯。这边来用的啦，无啦。哎呦，不要紧啦，你唔免跟我客气啦。当你的丈夫吼，咱庄的大大细细拢嘛知影，你是条够歹命的呢。卖乱讲啦，什么足歹命？人村民吼有四个囡仔，拢足乖巧的，将来伊是愈老愈好命。多谢啦。啊，不过，啊是不过啥啦？啊，厝边头尾本来就是要互相的啊。哈，你煞无听人咧讲，远亲不如近邻。什么远亲不如近邻？人因两个同生啊吼，不但是近亲，都是近邻，而且吼，搁住同一个户梁卡，应该唔够照顾。我看这两个同生哦，真正是乌心肝。无啦，其实，阮大嫂讲小姐嘛吼，人伊人其实……哎呦，春梅啊，你到即马搁咧替人解释，像伊两个查某吼，我只生目睭在看，看有啥物好买溜啦。卖搁讲啊啦，食饭食饭啦。剃头！哎，这大剃头哟，敢新来的呢？阮老平的头毛哦，有够长。我看，我出来剃剃的。我哪知嘛是同款，啊，无咱做伙来。好啊，春梅啊，啊，你迄囡仔有想啥来剃啊？唔免啦，恁去就好。行啦，来去啦，行啦。剃头，阿嫂。
这是一个大剃头，啊有囡仔大剃头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囡仔呀，拜拜哦，吼，啊，今日坐在囡仔面后，你算吼，来来来，哇，来来拜拜哦，来来来，叫你，哦来来，哦来来来，紧去，紧叫人来剃头吼，紧去吼。来来来，啊你也有来，行来剃头啦，大家剃头拢无爱剃安尼。剃头，来啦，赶紧剃。好来来来，哇，这高真的。我拿一个梳刷啦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哎，那是我的顺哦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哇，啊自己先来哟，哇来来，好来。乖。哎，剃头，乖乖，嘿，来。我最近在要吃烟草。哎呦，阿兄，你不是阿水这摆用厝？系啊啦，阿水这摆是坐拢住伫外口，原来是人住内底呢。哎哎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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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有事无紧讲，我有代志出去讲啊。阿母，阿进无爱让阮食中昼啦。无让恁食中昼，为虾米嘞？恁若就知影阿母吼，日时拢外口做事，是伊叫恁去遐食中昼的。恁若进想，咱无恁食。伊讲无春饼，嘛无春菜，伊都不爱让恁食。啊，那安尼，恁今仔中昼毋着拢无食咯？不是今日中昼啦，已经是足侪天的中昼啦。过来讲中昼拢无食，少手，这款代志哪无甲阿母讲嘞？阿母，我打败去，阿金看了我，就又醉，坐在饭店内底，念遐的错的菜。
拢当个笨蛋。我，你哪真正是安尼做？我唔敢讲，是家己伤心，艰苦。但今仔日，我想，我无讲明个啊。你当然爱讲啊，你当然爱好母子啊，阿母让他艰苦，嘛免让你遮囡仔夭折。你稍等下，阿母顺来传互恁食。你毋是阁要食番薯吃？所以你莫大声，阿母听着会艰苦。阿母，我才想要吃白米饭。等阿母这摆番薯来收成了，再去换白米，转来做给恁吃好。你逐遍拢安尼讲，我一届拢骗人。袂啦，阿母这摆吼绝对袂骗你的，好，快来，紧吃。无阿母吼，来炒一半青菜给恁吃，好。阿母，我不爱吃番薯叶啊哦。给你不好恁吃，这个原谅阿母。